我就是说不得，为什么我一来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很难受啊，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感觉。这不像是养啊，这像镇压啊！我也没看懂啊，兄弟，有没有学佛的？我感觉不像道家的东西。每一块的距离都是测量过的。这不像是阴山派的，不像。也不是我搞的啊，我疯了我。我不确定，这应该不是普通的，我觉得有点像藏传佛教，有没有？藏传佛教有没有？难道是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，或者是闹鬼了，然后请人来做的？我头都有点晕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这么大阵仗。这得多厉害呀！这阵仗有点大，你看到没？降头应该不是，可能是藏传佛教，这是镇压的吧？但我认不太清楚这个阵啊，我没搞懂，我头都有点晕了，看得我去，他大爷的！而且你们注意到，它每块的距离都是算过的，发现没有？都测量过的。这个如果不是很多人来干，干不了的。这边也有啊，而且这边是石头，是完全不同的，看到没？